新鲜果汁汉堡半夜啊，对对，超级偶像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所以今天这几个重点，超级偶像，超级偶像。那其实再一看全图卷，所以发现这期也是一个很不得了的三国手游。那你们可以十连抽，所以下一期呢，我们就要十连抽了。那这一集先抽个意思意思，顺便介绍这个系统，这样子 understand。OK， 回来，拉回来之后，我们就具有主线任务给完成啊，像是我们武将的升级嘛。那你可以做武将的进阶，非常的好玩啊！然后你可以再补兵嘛，点击确定。点挑战。这边我故意不跳过，可以聊了吗？还又挑战下一关，但也可以直接跳过。这边你可以继续有没有？继续做一个出征。一样补兵，全选，确定出现两个就过去了。这就是世界。这边你可以做一个战场，就战场就是，就做一个观看，你就看他们打这样。你看敌面的噪音过来，哇他。啊，他的噪音辨识度也太高了吧。